明俊近期登上陆纵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三季，帅气依旧模样再次圈粉无数。他在节目中趁着空档用手机跟儿子视讯，期间儿子不断提问李玖哲、罗杰夫等人什么时候才回来，似乎很期待能够与这几位艺人见面。林志颖则耐心地表示自己也不清楚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，但他会帮忙问问看，展现了温柔的一面。期间林志颖发现张远恰好经过，便让他和儿子对话，便询问儿子知不知道对方是谁，没想儿子却认不出张远。就算林志颖给出了好几个提示，儿子依旧回答不出来，让一旁的张远笑亏对方都没有好好看节目。林志颖也调侃儿子要再回去看十遍才行啊。Bye.